第十二章第一节，兄弟啊，所以我因为上帝的怜悯，劝恁献家己的身躯做祭，是活的、圣的、上帝所欢喜的，这是恁心灵的服侍，无得甲这世间相款，要用心智换心来变化家己，互恁会明白什么是上帝善良。通欢喜顺转的旨意，因为我对所予我的恩，甲恁中间达人讲，恁所想来寸度家己，唔通盘计伫应该想的，所想着安分来想，照上帝所想属达人信的分量，因为亲像咱一身有百体，那是百体的功用拢无相同。安尼，咱侪侪人踮伫基督做一身，大家三工做体，咱照所予咱的恩已经得到恩赐，各无相同。或是做先知，就着照神的分量来讲；或是办代志，就得意地办代志；或是教事人个，就得意地教事；或是宽面个。就地义地宽面，周遭的就用实心，地利的就用温困，人民的就用欢喜。听到无假，万分派亲近好。第十节，听兄弟就三亲爱，敬重人就三垂尊，论温困唔通贫惰，论心志就热热。论主就服侍，伫恩望就欢喜，伫患难就吞论，伫祈祷就相想，圣徒所欠缺的就供给伊，出外人就得以好款待因，困着恁的就甲因祝福，就祝福，无得咒诅，甲欢喜的人三甲欢喜，甲啼哭的人三甲啼哭。三款态就当一样的心，心智无得放过，就切就卑微的，无得掠家己最有知识，无得用歹报歹，在正人的面前就多无这好事。那为得通甲正人好，就着尽力甲因好。所听的兄弟呀，无得家己心弯，就运气较好。因为有记载讲，主讲心愿在的我，我要报应伊。第二十节，若是你的对敌腰，就予伊食；嘴大，就予伊啉。因为惊安尼是将热热的火炭贴伫伊的头壳顶，无得予歹较赢，就用好较赢歹。